了多少次了？咱们局里的线路都老化，这早晚都得烧坏了。真是，徐部长，嗯，怎么把警察局当成自己家了？这些日子怎么不回去啊？兄弟，我现在戒赌了。俗话说十男九赌，我是逢赌必输。我跟你这么说，这十男九赌里面有八个人赢的都是我的钱。嗯，你累一天了，我替会你啊。哎呀，这墙这么厚，他还能打洞跑喽？田大哥，等一下回来还有点事问他，明天可能有转接呢。卖花喽，卖花喽！来这花，真漂亮。小姐需要花吗？好。我需要花吗？例行社的人好像知道了消息，现在都在里面。今晚的见面正好改天。谢谢。卖花喽，卖花喽！我就说吧，人家例行社不会吃这亏的。要不是啊，老田跟人礼品局关系好，后台硬，才能反过来撑腰，那人家早来抢人了。中黑枪，玻璃行社过来抢人了吧？你和我在这待着，看着人。我忘了带枪，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你出去不也一样死吗？你胆小鬼！哇！他攻击到了。我怕人找不到你啊！快点，走走走，郭子，我就听见砰的一声，妈呀！人给掀飞了老远。我睁着眼睛，我想看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全是尘土啊！这真是像妖物似的，就扑过来了，是扑过来的，你知道吧？等过一会儿再一看呢，哎呦，就咱们这羁押间那墙给炸飞了，就里面关着那主啊，连个人渣都给炸没了。哼，你说得多狠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都没事吧？啊？我当然就是反应慢了，我就应该给他换个屋藏起来。没冷静，好好想想。你反应快也没用，他们是下决心想让他死。太不像话了！啊，这堂堂大上海滩居然出这种事儿！都谁啊？你们几个回头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啊！这事儿我一定得上报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是。这事儿啊，说不定得闹到广州国民政府去。哎，刚才他们跟我说有人向你打黑枪来着，这太令人气愤了。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！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话里有话。人是一死百了啊，什么麻烦都没有了。田姐，你这人就是心里头阴暗，完了嘴还这么口如蛇蝎，你这叫……不，我就奇怪了。你说咱们局里啊，关押犯人有三个羁押间，哎，人家怎么炸得这么准？嗯，我配合来着，你不就是这意思吗？直说不就行了吗？例行社是无孔不入啊。但是我记得李秉钧好像是你的同学，这事儿你应该感到骄傲。你们学校出人才，我还真得向他道个喜去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就这么一说啊，你千万别惹，太狠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那个……哎呦，你们几个这么慢呢？赶紧把这都收拾收拾，快点！
好啊，今天的午后是你。组长，就说他死于同敌人的枪战中，表现很勇敢，很完美，为我们立行社挣了不少的光。李秉钧也奇怪，自己怎么会对那个舞女有那么好的耐心？许丽丽的红舞裙始终在他的眼前飘舞着。局长，你找我。哎，你坐，你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李秉钧，整个一个晚上都在夜上海，和你们那个许丽丽喝酒跳舞。刚刚才离开。他倒真是有雅兴啊。你看，有点醋劲儿是不是？反正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，总不是一件好事，是吧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呐，有时候就得是难得糊涂，大智若愚，是吧？哎，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，乌龟为什么活的时间长呢？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伸头，什么时候不该伸头。你就拿这件事来说吧，人家杀的是自己人，而且是一个该杀的人，杀人偿命无可厚非啊。你说我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这种话居然从你这个警察局长嘴说出来，是我说的。我再跟你强调一遍，啊，作为执法机关，应该互相避让，避免摩擦，懂不懂？什么机关？执法机关。你应该把执法两字给我去了。此时此刻你说出这两个字是对他的亵渎，应该叫黑帮内讧，是江湖谈判。哎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就别在局里干了。你，我正在考虑。你呀，就应该活在陶渊明的桃花源，你活在人间都多余。我是钟馗，
我就要活在你们这个鬼的世界，专门负责捉鬼。玩你的王八吧！啊，又能够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以后你就少惹点祸吧。哎，这个真的很难办到。你知道我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给自己给别人添乱的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。老谢临死之前留下遗嘱，让我帮他管理报社，所以我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老谢了。没有想到吧？老谢死得很惨。Lovely. This for you. 老费再次受到威胁，如果他再不把小翠花放出来，他的夫人和儿子就有生命危险。怎么样？你知道老谢为什么把这报馆留给我？是因为他知道，在他内心深处是认可我的。我和他一样，都有一颗为正义而跳动的心。行了，别自我陶醉了。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啊？哎，小的我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不是玉皇大帝，真正的玉皇大帝是人民。看来让你安分守己是件很难的事情。维护正义就是安分守己啊。很狂啊。我的狂妄虽是蝼蚁，可是我还是要向那皮糙肉厚的大象般的傲慢权力宣战。我不支持你的选择，但是我支持你的执着。老天，其实我也是为你而战，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。我不需要，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平平安安，别出意外。平平安安，浑浑噩噩，偷偷摸摸，苟苟且且，这样活着，还不如让我去明明白白的为了追求真理而献。献身。老天，我告诉你，真是个聪明的好人，只是你太安于现状了。如果像你这样的一些人能够觉醒的话，中国早就有救了。恐怕我会让你失望吧。不会的，我比你还了解你。你现在说我的，正是别人说你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哈，所以，啊，明天的头版头条的这个文章，就是以你为专题的。你这是要把我拉下水的节奏啊？是啊。嗯，欢迎。嗯，不过这张照片选择的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听着，你有木尺，安个指引就可以走了。真的要放我走啊？当然了，你的牢做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那如果我不想走呢？什么叫你不想走？你真把这里当免费的酒店了？我想见田探长，你能送我去找他吗？这绝不可能，这里不是教堂，你觉得我想身负吗？这里不是慈善机构。够了，你现在就走。那我拒绝走。出去，出去！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小翠花，
知道我为什么找你？因为我们需要你。我是个没用的人。你太谦虚了。你心里其实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吧？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，也什么都没拿。嗯，你心里还是明白的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拿什么呢？你心里很明白，对不对？哟，这瞧您说的，我真不知道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。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女人，天天不就是被你们男人这样呼来唤去的吗？我真的不太喜欢听你这个腔调说话。我就是这样说话的呀！别！既然你喜欢这个腔调说话，那我只能配合你喽。我听您的。告诉我，那些东西到底藏在哪里？不想说是吗？我说，我把东西交给田探长和叶律师，我不敢留在身上。能编一个更可信的吗？我愿意和他们对质。我可以确定你在撒谎。老实跟我讲，东西到底放在哪里？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，要不然你就杀了我。我从来不杀女人，打心里面我也想放了你，但是他们不肯。为什么呀？众怒难犯呢。毕竟捡到别人的东西是要归还的，如果你想据为己有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你觉得这朵牡丹漂亮吗？绝代之西子，众芳美牡丹。这个牡丹刻得很细致。对待艺术这东西，不能有一点瑕疵，还差一点。明白了。一定会惩罚他们。你没事吧？啊！我要喝水。好，来杯温开水。组长，人已经没得救了。你问出什么了吗？他说了一些。东西我给何如是了。这张要再好好核对一下哈，注意错别字。好的。啊。叶主编，外面被人送来了一具女尸，你赶紧看看去。什么？女尸，就在门口。这是赤裸裸的恐吓，他们以为我会被吓住。景琦，我还是要提醒你要小心提防，晚上不要一个人待在旁边。他们竟然愚蠢到
不明白暴行只会激起愤怒，愤怒最终会消灭恐惧的。他们在培养战士，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是无所畏惧的。但是他们现在不只只是恐吓，他们已经嗜血成性。是啊，那就让他们继续。我相信最终牺牲者的鲜血会汇聚成河，把他们淹死。可是作为朋友，我有义务警示你，如果因为畏惧而不去抗争，奴隶就永远只会是奴隶。元吉，我敬佩你。吉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我的理想要去追求，但是我绝不能畏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只有苟活。那些苟活的人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从现在起，我会对你的安全负责。是谁杀死了无辜的孟子？生命无价，不可被肆意剥夺。滥杀无辜，斩是懦夫。小翠儿死了。给我一份，来，给我来一份。给我一份。嗯，这个标题还有点醒目啊。但是里面说了，懦夫，不是说我的吧？啊？你听我说，朋友，这里不是避难所，也不是教堂，是巡捕房。我没有办法把他留在这里更长的时间。你知道把他送出去就是死，你这是间接出卖了他，不，亲手杀了他。我的职责不是保护中国人，而是确保法租界的安全。我的孩子成了人质，我不能留他。他们绑架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，如果我不安，他们说了做，他们就会杀掉他们。你说他们这不是一群混蛋吗？自己杀完了人，让咱们假装破案，这案用破吗？你说这案用破吗？那您都那么明白了，不如干脆让我负责破这个案子。我也是难得糊涂，做人嘛也得有点意境。如果装傻有意境的话，那猪的意境是最高的。还怎么说话呢？你别跟我这冷嘲热讽的啊！你回去，你问问你叔叔去，现在谁不装傻，谁不作假呀？现在装傻不奇怪，装聪明才奇怪。比如你呀，你真的很可怜。现在呢，是大家所有的人都明白，就你一个人不明白。如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装傻，那么最后谁可怜，谁最可悲？你能感动一座顽固的大山吗？但是如果每个人挖山不止，再顽固的山也会倒塌。你这话有点斥责宣传的意思。我只是有感而发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这个《西游记》呀、《聊斋》呀、《封神榜》啊？是不是这个？您认为我是在跟您讲神话吗？不是，那你说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做人，一个普通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怎么不觉得呀？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让做一个普通人都变得不是件简简单单的事情。我们的文章要尽量简洁，要惜字如金，用词呢要准要狠。我要让我们新娱乐报成为上海滩最锋利的匕首。要让那些人听到我们报社的名字，就会犯心绞痛。那娱乐这部分呢？继续啊。只是我们不能传播一些小道消息和绯闻，我们要做一些有分量的东西。娱乐这个东西啊，说的就是八卦和绯闻。我们以前也试过，一旦认真严肃起来，就没有人看。现在这些人啊，活得太累，明知道这个八卦新闻是假的，他们也要去看。我们呢，
不能因为有人喜欢看女人裸露的胳膊大腿，我们就索性把屁股都露给他们看。我们要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准，我们要告诉他们，女人穿旗袍其实更美更好看。好吧，反正谢总编的遗训就是把报纸交给你管理了，我们就按照你的吩咐来做吧。好，谢谢，辛苦。老谢，我要让我们新娱乐报把那些贪官污吏和杀人犯们都娱乐个遍。这世上人分两种，一种生，一种死。现在你可以瞬间成为两种人了。朋友，你是谁？我是一本书，一本能让你阅读生和死亡的书。我是来打个招呼的，隔空骂人的事情我不会做，我也不接受懦夫的指责。我知道你是季夜的朋友，所以才留你一条命。当年谢德水办娱乐报的时候，就是为了玩，为了勾搭小女明星，本来混得挺好的，但到最后只剩下糊涂了。天蓬元帅不想当，非要做齐天大圣，但是齐天大圣呢，也得有菩萨做靠山，但他却什么都没有，结果只有到阎王那儿去诉苦了。而你不是季业，我和你没有任何的交情，你也没有田守成这样的叔叔。你有什么呢？有的是时间。白驹过隙，时间在跑，瞬间即逝，生命脆弱呀。啊，我到报社我才明白，原来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没白学。再提醒你一次，做人做事不要太自我感动，国家大事你一介小民不可以添乱。如果你执意而为，下次再来的就不会是我，枪里也不会是空的。叶主编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刚刚那人怎么放起来的？是刚刚对着我们点头笑的那个先生吗？啊，他说是您的朋友，上楼的时候说是专门来找您的呀。是吗？这样，咱们把明天头版文章的那个标题换了，名字就叫《悟空来了》。擦皮鞋了，哎，擦皮鞋，擦皮鞋了，谢谢。擦皮鞋。先生，您的皮鞋不错呀，是老人头意大利货吧？你这个擦鞋的货还挺多的。那您就多给点呗，毕竟遇到一双好鞋擦，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。哎，谢谢您，慢走。哎，擦皮鞋。
国贸饭店。锦川次郎先生是吗？是的，有位先生留了个条子给你。我在客房等你。陈先生，你的身后一直都有人在跟踪。我知道，是我们日本入军遍布设在上海的天机关的特工。说实话，真没想到上次要见的会是你。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光弱的好战的人，我就希望能阻止那些野心家把日本公民绑在战场上，为自己的贪婪和私欲服务。好像你这次要带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情报。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，天机关正在上海寻找丢失的情报。这份情报被标的为最重要的特级情报。我只知道这么做的，但我知道这份情报，你们那边的例行社等很多特务机关也在寻找。这。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本名叫爱情绝楼县员，字董真，号陈志，汉名金碧辉，现在叫川岛芳子。918事件，他就起了很多的作用。现在他又来到上海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日本的那些人的野心正在膨胀。咱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相信不远的时期内，上海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我一定会想办法用最快最稳妥的方式把它传达出去。战争不会给日本带来繁荣的，它只会毁掉日本变革以来的成果。我想要为了日本人民而阻止他们。谢谢你，沈曼姐。嗯，千川先生，饭店外面还有跟踪你来的日本特务，他们没有看到你出去，所以仍然在监视着。他们都有指示怀疑，但我到处埋罪，又让他们觉得只是个糊涂的酒鬼。现在只发表风花雪月的粉丝的文章，所以他们只是怀疑，并不确定。所以你现在要更加小心。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小故事，你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好吧，请。慢走。哟，这种天气，就是适合出来郊游啊。
如果不是你沈小姐，我都没机会出来喘喘气。怎么今天想到要亲自监视我了？我生急了？你老躲躲藏藏的，容易发生误会，伤了感情。再说你我都是田基业的朋友，同类相吸，我就不信有谈不开的事情。到底是文学社的人，言谈举止都那么得体。夸奖，出口成章，想法必须浪漫的。好吧，我也正好想和你谈谈。你说的可靠吗？这么重要的关系国家民族的事情，我能草率的就说吗？好了，今天的郊游结束了。沈小姐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中央组织部那边还是……别猜了，反正你知道我是有组织的人，我也早就知道你是知道的。我们两个人之间不需要躲躲闪闪的，或许我们可以互惠互利。中央组织部里读文学的人通常多愁善感，我特别希望能和沈小姐成为同事、战友和自己人。希望我们在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上能成为合作者。我真羡慕田基业。你去问问他，他可不这么认为。跟吗？你说呢？跟。苹果好吃吗？不好吃。这两封信，一封替我交给我父亲，一封交给田探长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季夜，我有事情要暂时离开上海。多谢你给予的照顾。做个正直善良的人是我们的共勉，令拜托照看家父。我的不辞而别会给他老人家带来伤感，还请你多多费心，再次感谢。
着包。